年的女人啊，出轨的几率越来越高了。如果说男人包养情人，小三已泛滥成灾的话，那女人出轨也不再是什么稀奇古怪了。有民间的机构做过调查之后得出，婚姻当中呀，妻子出轨的比例高达40%，位列全国之首。有句俗话说，想要人不知啊，除非己莫为。男人出轨呀，会在生活中露出很多的马脚。女人红杏出墙也会有着六个方面的变化。变化一，外出活动大大增加，而且啊总会找不同的理由。变化二，心事重重，神情恍惚，情绪变得喜怒无常，经常莫名其妙的发火。变化三，一段时间内会经常的打听丈夫的作息时间，看似关心，实则呀安排电话约会。手机的话费在一段时间内啊暴增，而且每个月会保持一定比例的增长速度变化。变化四，消费大大增加，特别是用于买服装化妆品的费用所占的比例很大。